为什么不回薛府啊？进去看看。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是我好看还是花好看？自然是你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这不是京都最有名的灵犀院吗？若是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送你。这是我们这最负盛名的避暑圣地，你要送给我的话，我就把它租出去，这样能赚好多钱的。淘淘，快！好好好。你敢？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是最要面子的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明天就把它租出去。随你吧。